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在跟鬼咨询，但事实上我的认知其实没有鬼啊，大家感觉好像是鬼，表达的方式也很像是鬼，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全然。那基本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，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专业的术语，那其实也不多，而且那个我觉得又怎么样，人人都可以背啊，它也不代表说你背完了就是很，就好像你很会演戏，也是，我觉得跟那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还是做好角色它里面的一些精神。这是主题曲嘛 ，Hunting Me， 我觉得跟故事很贴，因为是一个悬疑的嘛。那歌曲听起来它是很有深度，很有层次，很有情感，也很神秘的。